没关系啊，拿两瓶给他们拿的啦。张毅，您个回温酒啊？那你没办法。你自己说你要喝的，然后你自己喝不？例如，不错啊。OK。啊，我不是拍照啦，不用那么急，没关系。没在开还是对吧？救命啊！我的 iPad， 快点，你想要不要？这找你的。那边申请的是租金啊，你也在抓几枚毛，哇，你看他光啊，哇，他交的啊，是钱的。加空气哈，再是上好，啊，爱健康上水，啊，等下其他位就刷啦。啊，漂亮。先来打鸡蛋，啊，打鸡蛋，啊，小姐正在这个很好的，我们先坐起来，来，打完鸡蛋。他没有准心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他的出处没有像我们平常有火药的那一种那么快，所以说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得到蛋蛋的蛋啄这样的直径。可是他出去的那个蛋道，我们用看的肉眼看得出来。一个重点，眼睛不要闭，好，两个眼睛看前面，这样子看才看得到子弹飞到哪个地方去。你要做微调才快。啊，因为你们有些，我相信有些人第一次碰触到鸡蛋，甚至是射击的姿势，所以说我们没有，你不用想说第一发就要很准，但是你要专心的一件事情，就看着你想要打的地方，对，然后一定要看得到子弹了，你不要像有些客人，哦，拿到枪上这样的，第一发之后打下去，眼睛闭上，子弹在哪里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两个眼睛。好，前面的战地记者要小心哦，我子弹发下去，他们就是危险分子。拍照的 ，OK， 我让两手是握在哪里？都可以握在这边可以。上面有子弹的吗？这个还没有吗？好，来我们看看。原来是狙击手，我给上面怎么样？目标射击重不重都是看不到的。你看不到子弹吗？来了，你有闭眼睛吗？没有。好，来，专看这个黑色的跟枪管成一直线，看着你想要打的地方，来打下去。哇，大哥，你真厉害！靠，大哥，大哥，这是，哎呦喂，你都有打中，大哥都掉奖金，哇，我看到。好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帮我拍哦。好辛苦啊！真的拍哦。我去打鸡蛋了。用我们的大拇指。鸡蛋打完了。用我们的大拇指的。那你们走啊。对啊。我不要用尖角，我直接放在那砍砍砍，还看主播看哪些啊？我来说。好，来，注意看一下啊。哦，往旁边稍微拨一下，哦，轻轻的拨一下，哦，来拨一下就起来了。来，最近看奶哥来，对，先吃哈，先吃哈，然后支开以后，双手拿好，直接往下连上去，连下去的时候，有没有连？我连城堡哟，连出来的啊，弄五啊，做城堡。做出来的脚哈，给它反直线。好啦，下好，请离座啊，快点的，啊，走了，走了，到外面去啦。就是要捏上去的。我列尝试你安静。有吗？安样有吧。你在那边有啊？来，
以，哎，自己留名了，留名了哈，名字留一留啊。哪边人啊注意啊？啊，哎呀，不是上啦，紧啦，紧行啦，哎嘛，哎嘛，哎，边走边走啦，边走边走啦，边走啦。到，因为现在你们黄昏来哈，就是它比较小一点，因为它哈2000颗蛋已经生的差不多了，不然它哈肚子比较大。那个不一样。哎，现在已经哈生完蛋再清洁。它这还不能预超，不能两只蜂王吗？不能两只会打架。抓走。哎。一系列有玫瑰，有大凤仙丹，又有睡莲荷花，都很不知道他去采什么。哦，你不可能规定蜜蜂都去采龙眼蜜，不可能，他也会想要变换口味。这里衣服那个。百花膏，我是龙眼膏。一个是综合酵素，一个是蛋白酵素。我给你补一下。像这样子，形容起来的话，你就用。蜂蜜哈，它会像这样子，整罐会雾雾浊浊的。很多人都说。是不是有加什么起云剂啊？不是，它蜜哈本身，它蜜蜂在采收的时候有没有会把花本身的花梗给带回来？好，还有它花里面的氨基酸、维他命、矿物质，所以你只要咬，它会整块会浊浊雾雾的，会不透光。还有就像你说的会起泡泡，就是泡泡是像糖水加色素香料。可是它削的，所以它不会浊。对，它不会浊，糖它难得会。哎，都加在一起。它是混合蜂蜜。对，它也是算调和的蜂蜜，但是它也很好，跟我们说就有加的。啊，你去泡起来就会吃到。这个像一般有些人哈，你去外面有时候看得到，一桶200-300块，并不可能这么便宜。对，一桶那么便宜。